黑金魔鬼辣棒，记住就是这个品牌的，这么一大包180克，这么多，你看一下才什么价。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，千万不要挑战魔鬼辣。我听别人说吃了这个之后呀，能让你跑一夜。但是这两个我分不清哪个是酸辣，哪个是魔鬼辣了。我觉得黑袋的应该是魔鬼辣吧。它这个是零添加蔗糖的，就是不甜，就是只有辣。可能我刚吃完那个香辣鸭肠，那个就有点辣，然后吃这个还没有感觉这个很辣。第二个这个辣度就上来了，它属于香辣香料的那种干辣的口，很有嚼劲，很好吃。这一包足180克，30多根，你看一下才多少钱？能吃辣的宝子可以试试这个魔鬼辣的，不能吃辣的你就拍香辣的啊，这个是很好吃。